我决定离婚了。如果我跟德生没有办法再继续了，你会怎么样？哎，天龙啊，你该想看嘛，你两个德生离婚，阿瑞情变安怎？你母会变安怎？伊变来甲厝边头尾甲亲戚朋友讲啥代志？ 查某人哦，爱甲温柔甲体贴的，啊，咱查某人另外好表示也唔到动的，知无？知啊。德生啊，爸了解吼，你是一个真心实意体贴的查某人。有当时啊，莫想计较细，阿妈无，互相互相。 爸，我不知道天虹怎么跟你说的，但情况其实没那么严重啦。放三波囝，电话号错查某，阁无严重，啊，阿无啥叫严重？我也是被那女的勾引，才会不小心犯错，而且我已经跟天虹道歉了。爸，你也是男人。 应该可以理解我吧，男人嘛，难免在外会逢场作戏。三叫好歹作性，哈！你莫干了这套了，哈！你这唔正经，误会我的当前生，今日来看台，你来对待我，哈！替了这查某囡仔，自身爸母家小妹妹，家腰家权，唔甘无你目屎，想要跟你吃腰伤，竟然三顿好用目屎做饭吞，哈！这什么天理嘛？ 大律师，你来干嘛？是想在打我呢，还是想催我告你？哦，对，我的胸口到现在都还在痛呢。哦，你的验伤单呢？不然的话，我们的记忆是非常的薄弱的，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在哪里跌倒呢？奇怪，我看你像是伤了脑袋，怎么是胸口痛呢？你还好吗？果然是律师，够狠。 没事就好，健康很重要。哦，坏消息，我现在要以律师的身份代表黄天虹女士正式提出离婚协议。除了子女的监护权，我方没有其他的要求。如果你看过，一定是你煽动他，他才会想要离婚。 请你告诉黄天虹，我不可能会离婚，也不可能把儿女监护权交给他。这个家是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，我绝对不容许他摧毁这一切。你好幽默啊！其实，摧毁这个家的是你吧？我说错吗？最没资格说这句话的就是你。
跟天虹律师不要以为不知道，我都没有告你破坏家庭，居然敢上门来谈离婚。我和我的当事人只是朋友。朋友？哦，原来朋友会希望他离婚。哦，原来朋友帮忙揍老公啊。朋友不会吗？会吧？我不明白你的逻辑。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离婚，黄天虹永远都会是我老婆。这要死了就妥协，门在后面，送。你为什么让他这么痛苦啊？你知道脆弱会让一个人变得非常危险吗？你一个外人懂什么？我当初真的瞎了眼才会答应让你当我们公司法律顾问。谁知道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？一定是你在背后折磨我老婆。我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我不只要告你打人，还告你们通奸。怎么样？又想打人啊？我今天可没喝醉。怎么有人可以一直一直讲出这么恶心的话？恶心的人是你吧？一心想他离婚，好让你跟天虹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。邓子成，冷静，你从来没有这么失控过。黄天虹的事，冷静。保持冷静。明白，明白。很遗憾啊，今天的对谈得不到交集。婚不是不离，黄天豪如果有意见，叫他自己来跟我谈。我真的不懂他在想什么，为什么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还是不肯离婚啊？不知道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搜集证据，出轨的证据。那这应该不难，他们俩来往很久了，我想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搜证。很难说。如果没有具体的事证，通奸很难成立。啊？你先不要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好，麻烦你了。